周董超狂人脉在加一。周杰伦今日在 IG 晒出与毕卡索孙女的合照，并写道：“今天很开心去到毕卡索孙女戴安娜女士家做客，期待下次在毕卡索美术馆亲自听她导览。”毕卡索的孙女也亲自留言回复：“很高兴能与你分享我们对艺术、收藏和生活的热情。”网友见到偶像与毕卡索孙女同框，还问周杰伦：“哥是不是有那种穿越时空的碰撞感，就好像穿越了见到毕卡索本人一样？”周杰伦则回复：“懂哦。”好久不见。周董近日赴法国巴黎参加时装周，根本是星光集邮之旅，接连见到足球巨星梅西、香港天后郑秀文、南韩男神 GD， 完全展现天王的超狂人脉。